这一区感觉蛮安静的，人也少少的，然后景又很漂亮。这边可以看到伦敦塔桥，还有以前的伦敦塔，行刑的地方。贵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因为可以迫使就是旅行的人就是可能为了省钱然后走路，然后其实走在河边蛮舒服的，就是有太阳啊，然后可以慢慢的欣赏城市。走着走着，前面就是千禧桥。在《哈利波特》里面有出现的那个场景，就在这边。这是以前的样子。然后这边有一片很漂亮的罗马，对不对？马赛克瓷砖墙，很漂亮。上面有点像是在说他们的历史，就是罗马人在这边盖的伦敦城啊，后来，抵抗维京人的侵袭，然后一直到后来又罗马人好像又征服了这边，然后到现在伊丽莎白一世，然后到二战后跟现在。这边有很多事博物馆，还有看歌剧魅影。